都提了很好的意见，也都有一些想法，能不能实现，能不能适合你们自己的那个发展，我们还得看运气吧，看老天知道，我这个东西又得往下走。那么，你像这个图书馆呢，我把它截下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个就是在不同的，在同样一个部位，你给它做一个兴奋还是抑制，还是做一个阳性的，还是做个阴性的那个调理，这个实际上，我们要做这种手法的时候呢。它涉及到了一个生物活性物质的释放，这个生物活性是物质的释放本身，你通过针刺，它能够有很好的效果，手法同样也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就是看你那个作用部位和作用的模式是什么样的。你像那个有些内分泌腺，有些消化腺，有些那个促激素的那个轴线，你在它那个位置上做一些个适宜刺激的时候，这个病人就会有相应的结果的。我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今天都在做，你们做一个，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实验，摸着自己颧骨，这个颧骨，如果你向两侧推和上下推，不要用力，推上一两分钟，我一边讲着，你们自己在那推着，一会儿这个咱们再问一下那个感受，线上的同道，你们也可以自己做这个实验，按这个颧骨向两边分，向上推，向下推，这个做两分钟以后，这个不是揉啊，是这样的，看着。像是抠着里边那窝向上推，这个本身，这个颅底是在动的，但是怎么动，我一会儿再问咱们线下的诸位，你们线上也可以那个参与意见啊。但是这里边它就有一个作用，任何的一个局部的结构，它都可以在一个空间发生平移和旋转，任何一个外力，你都可以对这个结构做平移和旋转的干预。然后这张图就说这个事儿。老师，我们看不到您的 PowerPoint，那看不到，看不到哎，没应有该能看 share 到，给我们。那就给他们 share。谢谢。王欢，你会弄这个玩意儿吗？给，这个，他们看这个。对，能看到吗？董老师，您可能需要请你的助手帮您做一个 share screen 的动作，共享屏幕的动作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就不是共享屏幕，有时候是我得赤膊上阵，那个得看我的，所以这个来回切换有时候就比较。哦，那您干脆，那要不然您就单独把那个PPT 发给群里边，这样也可以。看不到的吧？对，现在你们能看到吗？现在看到了吧？现在看不到 PPT 的，现在只看到您的图像。我这个已经投到这儿，他如果他应该看不到。哦，他应该是属于网络的问题。
那我这边已经都晒了。哦，他的意思是把这个发到他们那个，他们有群嘛？你们他说发到群里面。发到群里边，其实不用发，他们手都有，他们地方这大部分人都有。那上面是老师董老的头像，应该是他怎么样？你们这个根本就没有打开共享屏幕嘛？打开共享，要把董老师设成主持人才可以。这个什么根本就没有打出来，光是董老师一个人在讲课。就是共享视频是是。共享视频。要把董老师设成两个屏幕在这边放着。要有个共享屏幕，把共享屏幕打开，就把那个 PPT 就可以放到里边。现在可以了，现在正在连了，很好，现在有了。好了，那就是就是他，看不到他们，那就看不到你们这帮人那个光辉形象了，那个。从那个从这样一个具体的这个表现看啊，咱们把这抽象拿一块椎骨平移和旋转，它可以发生到任何的一个轴线上。这个呢，我们这个整个的颅骨，从颅顶到额骨到枕骨到鼻骨到上颌骨下颌骨到两边的颞骨，都可以在三个轴上发生平移和旋转，但是这个平移和旋转是不显，不是那么明显的有大运动，它是一个微型，甚至或者说它是一个微米级的炼钢。那整个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这方面的手法的时候，它不是做那种大的关节摆动啊，什么按压揉推管那些主动的躯体的或者四肢的这些运动，它是靠一个势的调节，靠一个姿势一个动能的调节。这个调节的本身我们会有自己感受，你们现在线下的这三十几位，你们刚才有什么感觉？有点晕。好，这是一种感觉。还有呢？有一种位置移动感。还有呢？头顶有发那种轻松的感觉。还有呢？后脑勺有点反应。还有没有？鼻子有透气儿没有？鼻子有点透气儿的吗？对。还有什么感觉？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看，你就做这么一个动作啊，它就已经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变化了。没感觉的也有，那个是太迟钝了。但是那个肯定有感觉。因为什么？当年那个法国阿林根给我做示范的时候，他拿一个纱布抠到我的上颌骨那儿，往上抠，那个他问我那有什么感觉，我说就感觉恶心，开玩笑，因为我们也都老朋友了，我说，但是他说你这个睡的时候，你女的就把纱布伸给你抠，他说你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那个颅底的那个。那几块骨头它都能够造成它那个相对位移，但是这个位移它不是那个像我们那个大的关节运动那个位移，它是只是一个姿势的改变，一个自身张力的改变，一个彼此位置关系的轻微的那个错动。其实拿着这张图以后，大家就可以设计你做不同部位，你都可以去做，在整个空间方向上的那个干预。实际上就是说，拿这一张图就把全身的那个器官和关节，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东西，包括那个车耳塞动，你就
拉着自个儿都往上往下往外往里，他那个镊子都在变化，所以这一点上就是用一个抽象的这样一个轴线来形容我们整个手法的作用那个道理，这个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最后呢，它都是形成这样一个旋转轴，而且这个轴线呢，它的指向往往都代表我们的那个疗效或者我们的自身感受。总而言之，就是内脏的手法，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外力，是我们根据病人的反应做一个适当的调节。那这一点上，那个就这个手法，就它的特点就是第一轻，第二方向性明确。这两张片子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说，我可以根据我的病人的实际需要去调整这个，脑颅、面颅、颈、胸、腰，或者是颅腔、胸腔、腹腔。课堂下面还有别什么事吗？对，这个整个的局部的这些治疗需要，这个。他不会像那个各种按摩门派那样把那这个手法给搞的那个，这个活灵活现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拔针紧张啊，那个都一套科的那些一套那个口诀那个，他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患者不同反应，调整你的力量和方向，调整他的相对位置关系。调整它的那个活动的那个自动节律性，这一些的，动作要领本身，大家都能够实现，但是呢，就是力道、方向和那个时间模式和你调整的那个规律要有变化，怎么说呢，就不能说治疗一次就怎么着了。那骨折脱位是你给敷上以后长上就好了，但是这一类的问题，有时候就需要时间，需要过程啊。这是具体方法上，我们注意任何一个脏器它一定要做这类手法，一定要找到它的固定端和它的游离端，这是要点。包括我们那个线上的各位同道，记住，任何一个脏器，它一定有两个最关键的结构，一个叫做腱连结，一个叫广滑接触面，或者说一个叫固定端，一个叫游离端。就像我们那个体育运动那个练球，那练球就你看他是固定端，就是他那个选手，他把那固定端一撒手就飞出去。其实我们的所有的那个脏器也跟那个差不多，他那个脏器之间的接触一定是光滑接触面，或者他叫做筋膜的浆膜层，或者叫它那个脏器的背膜的叫脏层，然后它那个固定端那边叫壁层，而且把那个整个的那个器官都给约束到一定的范围内，不能让它乱动起来那还得了吗？那如果要一个肝脏在整个那个腹腔里边没有点管腔，那就跑哪儿去呢？很难搞的。所以这个用一个很好的那个解释的，实际上我们这人体跟那个一个楼里边供水供暖的那个管道是差不多，他一定要把那个管子给固定到那个墙壁上，然后这边呢可以长啊短啊弯的曲啊
那龙头接出来那个软的硬的就那个就是就根据需要了。那我们那个从心血管到呼吸到消化到排泄各个系统都是个管道系统，只不过这个有的管道是装的是这个是液体，有的是装的是粘液，有的装的是食物，有的装的是反正空腔都不多，没有几个吃饱了撑的在那搞装饰，哪个都有用。所以说呢，我们的手法就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去做不同方向的调整。因为这个如果要是讲到一个一个具体的时候，那个恐怕就有点浪费时间。但是普遍规律记住两点，一点是固定端，一点是游离端。这个在我们工程上这叫个柔索约束，而且这个约束它的范围就是这个器官运动生理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那就可能是问题了。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大家要注意，无论是消化腺还是消化管还是心血管泵，还是那个整个的那个管道系统，都是包括一些内分泌腺、外分泌腺都有这种功能特点，包括像血液循环、脑脊液循环、组织间液和细胞间液这些，它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半开放的状态下进行各自的物质交换也好，或者是这个供应能量也好，它都在有序和一个非线性的连续的那个系统当中去做活动。所以这点上呢，有些手法就把这个影响到这些循环的这个过程给它解锁或者把它疏通。这个就和我们在那个针刺的时候，在疼痛治疗上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联系了。我昨天给大家讲了疼痛有两种处理模式，一种是拮抗或者阻断，另外一种就是疏通和转导。那么对于这些液体循环同样是这个道理，这雨和滚的那个典故也同样用了，也适用于这个体液的这个循环系统里面。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的边界条件不一样，有的是一个脉管系统，有的是一个消化管系统，有的是一个泌尿管的系统，有的是一个神经系统。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就是我前天讲那段话，就是《内经》有一段话，其经脉或皆多，或多气少血，或少血，或少气多血，或皆多血气，或皆少血气。那个讲就是经脉，不讲经络。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们那个经脉本身就有应该有气脉，不但有血脉，还应该有气脉。他那个脉里边有血有气嘛。后世一家讲的这个阴经脉中那个胃经脉外阴胃气血那后来的发挥，但是在《黄帝内经》的本意里面，他讲的经血和气都是在脉管里边流动。但是那个气脉是什么东西，藏医里边有白脉和黑脉，
蒙医里边有白脉和黑脉，咱们中医里边只有血脉没有气脉。我估计是给传丢了，应该找回来。所以那个如果要是再把那个气脉再找回来，咱们这个手法更有的玩了，有很多很多那个发挥的空间。这个是后话，但是那个作为一个技术探讨，值得这一字扎，这个市场大小肯真不一样。因为在座还都年轻，还有一大把时间，你们可以发挥，可以好好去那个努力。反正我是给你们提个醒，有一大块那个。咱们丢了的那个市场，咱们得给它找回来。找回来以后，那个可以做好多的设计啊。这是一个，这个像这一类的那个时间特征，恐怕在那个循环无端的这样一个半开放系统的时候，你把那个子午流注再好好的给挪进来的时候，对这个就有用了。这个时间的这个因素对于体液循环至关重要。我曾经给你们举过一个病人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腹股沟那儿疼的要死要活的，一定是在晚上那个两三点钟。我就有点那个吃不准，然后那个后来那个我们俩一起都住过一个酒店，我就住一房间，我就看他到时候是怎么惩罚。开始整个有说有笑，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到了晚上一两点钟，就一身汗，然后那个。说是不行了，疼的已经那么忍不住了。我当时我也就摸迷糊了。最后是给他做了一个胸八的那个核磁，正好就在他那状膜下腔有一个食管膜瘤。睡着了以后，他那个重力作用那瘤像菜花似的，正好一倒就砸到那个状膜上。这是一个非常，我能打断一下吗？你这个共享屏幕大家看不清楚，你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屏幕下面有一个共享，你就打一下那个共享屏幕好不好？已经共享了。把你那个屏幕放成那什么，放成那个就是 view， 它那上专门有一个 view， 你点那个 view， 就直接一下就是这个屏幕，就是你这个。你这个屏幕现在好像你不没有把你这个 PPT 打成 view， 在你的 PPT 下面有一个那个 view。view， 好了吗？哎，这样是看看。这回你看出来，但是看不到我了。也可以看到。看到你，您在上面呢，您在上面呢。你们看到我，可以看到，但是您看到了，我看不着我的啊。我牺牲了，看不着你，但我们能看得到你。行了，我自己看不上我自己的，我这个我。您帅呆了，您太帅了。行，我就自己欣赏自己了，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啊，诸位，它有时间特征，这个时间特征，我那个病人最后是他一旦睡熟了以后，重力作用他把他那个肿瘤就接触到那状况，他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像这种特例。很少，但是呢，他那个时间特征一定是睡熟了，尺度韧带松弛了，然后那个肿瘤就碰到那儿了。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够有这样一经验。但是呢，代表我们的病人别再把肿瘤整那个地方，那实在是太难了。最后神经科是给做了一个开窗手术，把那个拿下来，就整个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再往下，我们这
这个片子就是一个不同的调节机制，这个我就不细说了。这个因为这个说起来，这个你们大家把它本当老子就完了。那个因为不同的那个调节机制，就是在细胞水平的，刚才那个都是细胞水平的，这细胞内外的这个信息交换也比较那个比较有意思。过去那个有些人就认为那个手法影响不到那个细胞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有影响。不但有影响，有些老大夫不太分劲儿，说我能够对这细胞内外有影响，我可以摸到你那个白细胞高低，那个有点儿，就是有点儿那个太极端。但是呢，对于细胞内外液的信息交换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在这方面呢，我比较推崇我们中医的那个手法，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用一个东西来解释，因为你同样是一个物理动作，是一个外力，它可能影响到循环系统，影响到神经系统，包括神经调节、体液调节，还可能包括那个信息的调节，这个伤和寒的那个伤增和伤减，一会儿我们再讨论。但是这些东西呢，希望大家都要考虑到一个时间因素，这个时间因素太重要了。有的时候那个，36拜需要时间，最后那一哆嗦还要时间，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就是要最后解决问题那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心理准备和一些技术储备。这个就涉及到下面我就把这个一些原则问题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个基本上是用了我的导师上天玉教授治疗骨折的那四句话。但是呢，这个原则不是单纯的骨折，这是关于内脏手法的应用。因为当年我跟尚先生那个念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是散养，那个尚先生对我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只是告诉我你一年你给我弄个几十个前臂骨折，给我整幅上长上就行了，至少50例。然后那个去参加急诊，一天画个七八道，也就是你做个七八个急诊手术。这个老先生给我的那个就是一个量的要求，但是呢，这些东西他说那个书上有的你就自己看一看，你能理解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那尤其是那个正骨八法、手摸心会，你把那个骨头、把骨折的那空间移位能够那个理解了，你把它对上，能给长上，你就算毕业了。那么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个这些个要求实际上看似简单，真做起来很难。因为这几个基本原则本身真正能做到手摸心会，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谈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手法不简单，它后边的故事长着呢。就像那个我又说回来了，就是当时骨折的分类，尚先生就有一句非常那个浅显直白的那个故事，他说董大夫，你看你们前臂骨折有五个，有八个，有那安德森分类，有那 AO 分类，还有咱们中西结合分类。实际上这个东西，这个骨折就像那个一麻袋土豆，你装到麻袋里全都叫土豆，把那个土豆倒到地上，没有任何两个土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分类它是能管到一定程度，它不能管得非常精细。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原则是这样，但是具体实施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们那个动静结合还要抓住要点，固定端和游离端，记住这条。实际上我们每一个部位它都有个动和静，真正要能够解决动静结合的是靠什么呢？是靠两点间距离的分辨。对，两点间距离的分辨。这个任何的一个手法，任何一个针法，你要做的精准，要做的到位，做的符合病人的实际情况需要，最关键的一条，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两点距离的把它分得最清楚。它需要的是量变，或者它的质变，或者它的形变，或者它的速度改变，都是在微米和毫米级的。在这个量级的这个手法要非常清晰和准确，这个时候就绝对不能用大力，用大力你的敏感程度就降低，力量越轻微越小，你的分辨能力就越高。所以这个动静结合不是说动作大了你就水平高了，是于无声处静静地在那里体验，你才能真正有真知灼见。所以在这点上，动静结合，去听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个如果要做颅骨脊椎或者内脏或者是做内科的手法治疗的时候，首先要静下心来，一定要静下来，环境也要静下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稍微的有所体会，特别是对于那种脑脊液的潮汐运动，对呼吸运动的那个潮起潮落，那个掌和那个膨胀和收缩，胸腔的膨胀和收缩，那脉学那个就你们都比我都熟了，因为那个各种各样的体证师、表证师，在这些东西都有自己的那些描述，包括一些内分泌的活性物质的那个调整的，这一些都需要一个定点和一个重点的比较。所以这个筋骨病症在内脏手法里边，它的表现什么呢？是表现有形和无形的，大变形和小变形的一个比较。那个骨头是一个小变形的，但是它也变，内脏变形大，拿这个小变形来衡量那个大变形，这个时候你就有的文章可做了。通过那个肋骨的翻动来看那个呼吸运动，来体验那个胸膜的摩擦。这个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练过，现在好像就没有要求了。实际上那个有些东西核磁和 CT 表现不出来的，它那个整个的那个呼吸运动的那个模式、那个特点、那个正常和异常的区别，往往都是通过一个外在表象和一个功能的体察，再加上一些摩擦感、摩擦音有没有产生，你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确认。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不把它再进一步的展开说了。内外兼治这个原则在内脏手法上的主要就是这个形与神俱，这点上那个中医实实在在的是说到点上去了，这点西医可以说这么说是非常精准的，而且能够把很多那个位置关系给你表达的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缺陷，它有的时候和功能脱节，它
不能做到那个形神兼备。你像那个在这方面比较有意思，就是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经？因为这点上我们在网上也曾经有过讨论，这个中医不是这个上古天真论，人始生先生精嘛，精成而后脑髓生嘛，骨未干肉未强，皮肤生而毛发长嘛，它是先有精，然后再有气，才有神。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个脑呢，它只能是个奇恒之火，它只能是一个执行机关，好像它是高级中枢，但是要心要不跳，要不供血，那脑子完蛋了。所以说那个今天是父亲节，正好是父母一高兴就把我们给造出来了。那个是第一个波动的是心脏，不是脑。所以那个三分胚，那个从几个胚生发育到最先出现的就是心脏波动，然后再逐渐的那个不同的那个器官才发育出来。所以这个筋骨并重和它那个内外兼治，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将来调神、调气还是调精、调血，这个就有的说这个不展开说了。这个医患合作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做到，把一个痛点能给摸出来，把一个痛苦能给人说出来，不用去问他去，这个病人对你的一生性肯定是好，肯定没有医疗纠纷的。所以只要你抱着那种偶尔治愈，那个总是帮助，那个经常是那个安慰，那个有这样一个态度，不是向人身上磨砺去，就没人打你，也没人骂你。所以在不要把那个道德文章一天挂在嘴上，落实到行动上就比较那个比较有意思了啊。所以在这点上，我那个这个原则上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最后那个有些手法是怎么用的？直接手法、间接手法和一些复合手法。我现在要求咱们大家就直接你们自己，因为都学中医的，点风池你们都知道。这个点风池就可以这个就把这三种手法都能表达出来。因为线下这些我可以直接看，线上的国新回来没有？喂，老师，我回来了。我刚那个把我们这个容量扩增到500，刚才外面有20-30人在等着，所以我就赶紧解决那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体验。现在我那个我的 PPT 上表现的是直接、间接和复合手法。我现在要用点风池这么一个动作来表达这三种手法，我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做啊。我在这儿做，你们那个线上能看着不能？能看见。能看见啊？非常清楚。那个，你不是看我的前面还是看我后边？看你前边。看我前面啊。前面这样啊，咱们先做一个手法是一个直接的。这个直接手法在哪儿呢？你就找着你的风池，按照那个教科书上的那个描述，对着你那个对侧瞳孔，不动，然后呢，手指、拇指垂直的，像这方面一样。看不见董老师，只能看见你的后背，这手臂。我自己就坐着行吗？坐就行。哎，对对对，现在就好。啊，你看啊，
这个就是直接点啊，点一分钟。这一分钟，有的感到头昏，有的感到脑胀，有的感到眩晕，不一样。然后换一方向，水平方向。这个时候，他就对着，他就不是直接的对着那个椎动脉去了，他就间接性的调整了那个枕后建弓，就是斜方肌、胸锁乳突肌的直点之周围，还有耳大神经这个方向。使多大的力呢？这个力都是克肌，全都把它变成克一肌，不是那个千克，不是多少多少公斤，都是几克几克，越轻越好。而且这个时候你干预的不是直接的那个对风池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椎动脉的那个工具了，它是枕后建弓的那个前边就是迷走神经，后边就是副神经，这两条颅神经它支配的区域那就比较广泛了，这个就是个间接调节了。而且这个调节下来以后，它那个影响范围就被你往上完全不一样。还有是剩下的一个手法，那种复合手法，我现在要请一个线下的大夫配合我一下，给大家做一做，要不得有来往。我做到骑到这上去。你我看这怎么给他骑上吧。这种复合手法就是，他完全的你这个竖着不用力。靠着他的呼吸动作，来吸气，头往后上挺，慢慢来，呼气放下去，吸气，呼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手法方向可以向上。向外、向水平、向下都可以变，在不同的方向上，它的那个治疗作用是完全不一样。记住，这种间接手法，这种复合手法最关键的是利用它的呼吸动作来加力，你自己竖着是一点劲儿都不要使。你看，吸气。我就摆一姿势在这儿，就在这儿摆拍了。但是我那个，我的方向要改变。这样的手法你做一天，他也不会怎么累。好，谢谢。而且呢，这个技巧就在于非常安全，你不要不会惹麻烦，他自己不舒服了，他就不用力去喘气儿了。相反的，他越舒服的时候，他就来劲儿。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调整兴奋和抑制的那个一个示范，而且这个示范对大家来说呢都能做到。这是只是一个部位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们那个人体啊，那个咱们都学过针灸，针灸里边所有的穴位都适合这种点穴，而且这种点穴本身又不是那么太大力，因为在这方面我感觉到这个中医那个确实是非常精妙的，它不是单纯的用一个机制能解释的。因为什么呢？他就说我就是这么一个穴位，这个穴位你可以拿神经最后来解释，
你也可以拿血液学说来解释，也还可以拿组织特征来解释，还可以拿信息解释，生物信息，还可以拿那种那个能量代谢。总而言之，是我这一个学位就把你现代医学的这个解剖、生理、生化、病理、生理、病理、病理解剖、临床各个，我全都给你cover 了。所以在这一点上，那个什么是经络实质，什么穴位实质，实质就是医学的需要，就是现阶段的整个医学的集大成者就在这儿。所以这一点上，那个如果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我们手下的这个活那是极其高级的，而且那个确实能解决很多的那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它看似日常发生，但是到了药物调节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来的直接、轻巧、快捷。所以这个不同的这个模式，无论是直接、间接，还是复合的手法，就在你自己手里。你别跟我学，我也不会教。实际上，我把这些话说完了以后，回家你们自己就都能招呼去了。为什么呢？你只要给你一个支点，不光是那个他们的外那个希腊能跳进地球了，你现在能够，你不但能跳进地球，你可以到火星去生活。那个为什么呢？挑战不可能。因为这一些个动作本身就能帮到你的一系列的思路，所以这点上呢，我不想就那个就一些具体的敏感部位给大家再去罗列，你们自己就好好去折腾去吧。那个，但是整个的这些作用的部位，颅腔可做。颅腔就有脑颅和面颅，怎么分？从这儿往下画，到枕骨从这上边是脑颅，这下边是面颅。上边脑颅就是七横之府，就是清窍，下边面颅就是整个感官。你能够把这两个部位用直接、间接和那个复合手法能够给撬动了，那本身你就是一个全科大夫，那是真正全科大夫。耳鼻喉口腔再加上神经科，就都在你手底下呢。你想想那十二对颅神经就在面部那里边去表现去，那个整个的那个从大脑半球到脑干到侧脑室到那个到脑干到盐水。那个就在脑部里面，它这些东西都叠加起来，就构成了我们那个复杂的生命现象。我们的七情六欲都在这里边呢，所以说那个这个可开发、可实践的这个机会太多了，所以我这个在这个时间段。我又有点超时了，那个就是说不要把自己陷到一个具体一个方法当中去，你把那个道理搞清楚了以后，那手法就像那个秋天的落的树叶，刮了一把是一把，都在你身边。所以在这一点上，你们要有一个创造性的学习。这种创造性学习就是要把这些枯燥的道理简单的那个说教变成你那个丰富多彩的行动。实际上这个如果你就把这四个腔
把它再回读到我们中医的那个深交，你再好好的去再去提炼一下，这方法就太多了。其实你像刚才我就做那一个简单动作，你就调动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影响因素了，有循环的，有呼吸的，有心理的，有生理的，也有那个能量的，还有一些信息的。你想那个人最早一出生，第一声哭涕，那就是整个的就有物质交换，那个大气进到那个风里去了。等到他第二声哭，这孩子一哭，哪不舒服你就得拍拍了。所以最早的医疗待遇就是触摸。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做这方面的干预，做一个试一次，确实药物都起不到的作用啊。这是我看再提提问题，郭先，咱们用十分钟提问题好不好？再提点问题，然后我再叫亚总。这一共是快160张片子了，我这才用了几张啊？快点，快点，快点！你们那个没有问题，那个冯老师您就接着讲。没问题啊，线下有没有？有问题。说。杨洋，你有问题说。杨洋，你可以举手啊，你可以 unmute 你自己。不同手法可以各自。是。稍微，等等，问一下，就是您讲那个内脏的那个移动性，它那个一边固定一边游离那个。然后又讲了那个林书经讲那个输穴太阳经啊那一段，能具体举一下例子，就是举一例子，哪样就是讲。因为那个你们都是常识，我就不想耽误你们时间了。如果要那个举例子的话，你最好是读一下黄帝内经的原文，再读一下那个自主神经的那个功能，把这俩做个比较。这个照我这个，因为那个要给你们展开的说，咱的谁都没吃中饭了，那个特长，但是你去看一下原文里边那个它那个功能集团，那个背腧穴那个和那个神经节的那个关系，那个你可以做一个比较，这是一个。那个固定端和那个游离端那个和那个。约束的那个和他那个光接触面那个是一个最最最最常识性的那个东西了，你自己想你都能想到了。无论是那个过去讲内视也好，还是讲那个就体悟也好，自己去琢磨着，包括那个从那个肝心脾肺肾那五脏六腑，它都是那个在不断的在不停的在那活动。就是有的活动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但是它一定要活动。那个包括你的内分泌腺和外分泌腺都是这样，而且那个从脊柱相关来看，它们基本上就像一个葡萄串儿在那葡萄架上这么吊着，都在那脊柱那个细膜上的那个偏心的在那那个挂着。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最。你去多看书。董老师，谢谢。哎，好。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个动静结合，固定端，然后游离端，然后就是说是我们用很少的力，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用那个游离端来调节，就像杠杆原理一样？就是。聪明，就是这样。给你一个支点，你能翘起地球，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很小。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穴位吧，
大部分都是在骨头和骨头之间、啊、骨头和肌肉之间，或者是肉和肉之间，是不是这些穴位其实都是我们游离端可以用的这些点？没问题，就是那样，骨头那块是固定点，你剩下全是都游离端啊。所以有些人就说不就把那穴位，有的人把它给抽象成一点，有的人把它生成一个一大片，有的人认为全身都是穴，它都不一样。嗯，好的，谢谢。还有董老师，你那个间接手法，那个直接手法是直接按，然后复合手法是配合着病人的这个呼吸运动，间接手法是啥？复合手法，间接手法就是说你这隔山打牛，你在这块做动作，实际上你远去了那个效应。哦，就是远端效应。对。直接手法就是近的，在那个间接手法在原就是在原地那个按着的时候，你那个体相是在远离那个部位了。啊、哦，那我们就是选择的是远端就像在咱们中医的体表内脏相关的时候，不就是那个间接手法、嗯？好的，谢谢董老师。哎，不客气。那个，喂。哎，说。董老师你好。哎，我是用那个认真啊治疗眼科疾病，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些眼科的这些比较精准的检查呀、啊，视力啊，包括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纤维层的这个治疗以后的改变啊，这些检查的改变可以能不能用到这个里面去来去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还是能不能借助这些检查啊完成些什么？完全可以，这些检查指标都是有益的，而且都是客观化的，不是，而且在临床上他们专科都认为是不可逆的，特别是视网膜神经变性那个，而且给上药以后，他基本上就这一生什么时候吃到生命结束，吃到那个吃不才算。实际上那个有的时候你把通过改变那个椎基底动脉那个微粒子环的那个血液循环，通过循环以后使他的那个视神经一定有一定康复的机会，他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你给他有这样一个改变，他有一丝光明他都感觉到非常满意，所以说不用放弃。对，这些东西呢眼科都认为是完全不可能和不可逆的，我文章都已经出来了，我是想呢董老师是不是能再给一些支持啊？因为这些我现在就是在主攻眼科这块，因为它的精准检查我觉得很有必要使用，而且很能说明问题啊，就是这个想法。这个我们原来有过这方面的那个探索，那个因为我们骨科所曾经也有过那个张尚教授主持的那个颈性视觉障碍的那个科研课题，请他们眼科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认账，说你那个提高两行那个视力，那个我揉揉眼睛都行。实际上那个，他们那个专科也有点太武断。现在也在。对，就是这有一个跟行业的沟通，还有一个跟患者的沟通，还有一个我们自己那个自身的那个信心的建立。这里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疗效能不能巩固到一定时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要是我这个即刻治疗，我是能够提高两行，我在随访一周两周以后我能提高三行，那你说是不是我这种远期作用啊？现实还远远不止这个效果，自己揉眼睛的那个问题了，所以你要坚持，一个是坚持，另外要全面客观。把那个石头给咬死了，哎，别放。同时注意啥呢？同质性的那个检查别变。你这次用的是这机械，我才用这机械。是的。要不是这个不能给他那个留下画画。而且用专科医院的检查。对。最好是用第三方评价，都不用自己说，那是最说明问题的。因为我当年做那个腰痛的那个都是第三方评价，他们给我的报告把那个腰臀部给写成腰臂部了，我当时把那一打人家笑，我说老总你开玩笑，到时候屁股疼还是胳膊疼，我说那个是他们、这是他们那是评价单位给我的，就是我是没改一个字儿都没改变，我就上这来报告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相反的，它就可信线就高一点，就所以说客观，谢谢，放评价最好啊。好，谢谢，嗯。还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你刚才就是就具体的讲了这个，就是面部的这些穴位，还有它的那些孔隙这些方面的移动。那么具体到这个后背哈，比如说背腧穴的话，因为它的那个肌肉的长，就是厚度比较厚，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到这个孔穴上面，主要是不是利用这个肌腱，就是那个tendon， 就是还有这个就是肌肉跟这个骨头连接的那些位置，比如说筋膜那个地方就没有孔穴，基本上就是利用的这个就是筋膜这方面，而不是孔穴上面的移动了，是不是这样理解？因为这个你这个问题我明白，其实我刚才那个，我刚才后边最后那一句话也给回答你了，就是说我当时我说我感到我们中医是最聪明的，我们把一个穴位把它包容了，神经学说、体液学说、肌肉、信息、能量代谢，我通通拿一个穴位来说事儿。实际上我们那个真正的那个穴位它本身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点，也不是一个眼儿，也不是一个通道，它是一个状态，它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说明，所以在这点上希望能够把你的思路拓宽一点，不是单纯想到那个老是在那一个具体通路上去打交道。因为关于神经病理学的那个疼痛机制研究现在已经是非常精准了，而且精准到令人那个不可质疑或者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它还有它的局限性，还是不能够完全的说明一些临床问题。这样的话呢就得找其他的说理工具，其他的说理工具那你就一会儿我下一个小时我可能要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坚持下来，别烦我就行啊。谢谢老师。好。咱们线下诸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要接着来啊。啊，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吧。